如此一来，想必杨氏兄弟难耐牢中之苦，大人让他们自乱阵脚，以静制动之策，必有所获。但愿如此。公孙先生是否要开始治病？学生已准备妥当。可有需要配合之处？但学生施术之时，最近受到惊扰，虽有斩护卫守在厢房之外，倘若驿馆之中能保持安静，学生更易集中精神。本府明白，你去吧。是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在。传本府令，驿馆内外务必肃静，所有人不得任意走动，更不得接近厢房。是。要特别注意，不要让外人在驿馆附近大声喧哗。是。大人，一切均已就绪，公孙先生即将施术。在公孙先生治疗期间，要随时警惕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但愿一切顺利。马上就开始了吧？大人已经吩咐过，要所有人保持肃静，而且不会有人闯到这儿来，请展大人放心。公孙先生的医术没问题，展大人请放心。多谢二位。精针过穴之术让你睡着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不要害怕。我相信你，请你放心施术吧。
将军，李大人来了。李大人再度莅临，本座有点受宠若惊啊。申指挥取笑了，本州是为了两位杨指挥而来的。莫非是包大人已经查明军饷之事，要本座去领他们出来？不是，包大人把两位杨指挥当作孙强复利命案的嫌犯，正式收押了。什么？包大人下令，本州不敢不遵办呐。我是特地来向沈指挥报了信的。难得李大人有心。他们是沈指挥的人，我不能不关心呐。话已带到，那我回去了，告辞。李大人请。将军，不怎么会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醒过来，现在去找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。多谢公孙先生。等他康复之后再谢我也不迟啊。展护卫，在院子里苦等的滋味想必难熬。放心，有你这份真诚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辛苦了。大人言重，替小蝶姑娘治病是学生自告奋勇心甘情愿的，怎敢言苦？这也是公孙先生对展护卫的关爱之情。展护卫浪迹江湖多年，学生也乐见他情有所钟，只是没想到会如此耗费心神。
依你估计，小蝶姑娘有多少治愈的机会？她犯病的情形与学生的预估相差无几，治疗之时也幸好控制住并未大量出血，倘若没有特殊的意外，学生相信应该治得好。能遇上公孙先生也算是他的造化。不，大人谬赞了，今夜才是真正的关键时刻，倘若能够平安度过，才算是完全脱离了危险。但愿他能够平安无事。说了，如果有任何动静，要立刻去通知他。你放心，有我在。